口啊，非是那个花开正红头啊，哥哥那个叫花妈忙不休，出来走一遭，两年头把郎家忘谁，哥哥那天我采野当新娘落尾，当新娘落尾，妈，这都是你惹的祸哈，你出去摆平啊！这个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出去自己摆平。上一代不管下一代的事情，这个都是上书的，这都是你说的。哪个喊我？好像是崔薇。嘘，千万不要出声。花儿哥，花儿哥，花儿哥，对了，一看第三个也快到了。花儿哥，花儿哥，你就从我睡觉。好。是美莲啊，妈，明远呢？他睡觉了。啊，那算了，我明天再来嘛。啊，好，妈再见哈。拜拜啊。走了啊！哎呀，走了！哎，妈，这咋个收场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要回成都。妈，你就打算溜了？天一亮就走。那我现在就走。你走啥走？你又没断了胎，你往我身上推就是了噻。哎呀，你不晓得，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失望越大，这打击就越大，打击越大，伤害就越大。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我还不是一样啊，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哎呀妈，你光唱有啥子用啊？你还要跟我雄起噻。咋个雄起哦？要不明天我先回成都避避风头，你去找那几位金花给他们做下解释工作，等他们气消了我再回来，要不要得？对了，你还不能走，起诉陈新娘的案子啊明天要开庭，你不是要参加的吗？要不明天早晨我直接去法庭，你去给村长解释解释，啊？好嘛，我就把这张老脸啊揣到包包头，我先给你抵挡起，你赶快去收拾东西，我掩护，你撤退。好。你去扒到方向盘，我就在后头给你推。妈，扒着要得嘞。
到哪儿去啊？就是。睡不着觉，想开车出去转一转。加大，走。你们有啥子事吗？拿话来说。啊，你妈就你一个儿子，她到底要娶几个儿媳妇啊？啊，就是。这个事情确实不关我的事，是我妈。你妈咋子嘞？说说噻，我妈说了嘞，咋不敢说了嘞？村长，村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咋睡得着嘛？三个受害者，还有个畏罪潜逃的。村长，这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你跑啥子跑？村长，这个钥匙啊，我就给你保管到，这个车呢，你就停到这儿啊，回去睡觉，事情明天再解决啊。走。亚梅啊，丹丹的工作做通了没有？明天能不能出庭作证啊？原告指控我的委托人涉嫌合同诈骗，请问他诈骗了什么？合同并不是他签的，他仅仅作为中介人介绍双方认识而已，并且东半球公司吴天虽然收了北华村2000个小盆景，但付了10万元的定金，北华村并没有受到任何实际经济损失。所以本律师认为我的委托人是无罪的，请法庭判定原告赔偿被告名誉损失。原告对被告辩护人的意见有没有异议？审判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陈新良为了达到整垮明华种子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的目的，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致使物业人员吴天冒充东半球公司负责人，与我们签订了假合同，使我们公司和北华村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陈新良就是这一犯罪活动的幕后策划人，请法庭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请提供证据。好，审判长，这就是陈新良和我女儿有关此案的谈话录音。审判长，按照法律，录音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可以作为辅证，请放录音带。书上说，真正的爱情是容不得一点谎言的哦。好，我就实话告诉你，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你的嘛。你害得我们家生产的几百个小盆景今天都没卖出去，还说爱我的。还有，我是为了把你从花明远手中夺过来的嘛。那几百个小盆景算啥子？只要赶走了花明远，我100元一盆给你卖。被告，录音带上的话是你讲的吗？审判长，从录音可以听出，原告为了达到嫁祸于我委托人的目的，不惜使用美人计骗供。你放屁！你胡说！你简直是……请安静！他简直胡说！法庭不许喧哗。哼！原告，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北华村村民原聚香花庄的业务经理孙元可以作证。传唤证人。审判长，我可以证明那个吴天并不是东半球公司的负责人，而是陈新良的朋友。我看到他们在茶楼约谈了3次。内容我没听到。审判长，这个也算证人吗？原告、被告还有没有需要陈述的？我没得啥子。没得了。我也没得了。现在休庭15分钟，15分钟后开庭审判。咱们就这样。好，下去吧。好。现在宣判，全体起立。此案经本庭审理后认为，百花村明花种植基地法定代表人花明远诉成都聚香花庄法人代表陈新良伙同吴天诈骗一案，因录音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原告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我可以作证。
是哪个？站在那儿。快点，真的没来。站在那儿，没来。坐下。我参加过陈新良与吴天的两次密谋，目的是为了把花明远赶出白花村。事后，陈新良亲自开车把吴天送到机场，让吴天在海南暂避一段时间，每个月按时给他寄2000元工资。有物证吗？有，这是陈新良和吴天的协议书复印件。这是陈新良每个月给他寄2000元工资的电汇存根复印件。证人的证言和物证本庭采纳。证人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没得了。现在宣判，全体起立。经本合议庭合议，百花村法人代表徐土根诉成都聚香花庄法人代表陈新良一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作出一审判决如下：陈新良犯有合同欺诈罪，鉴于未造成严重后果，从轻判处被告向百花村赔礼道歉，赔偿百花村经济损失50万元人民币。没想到出来个结果真的非常遗憾，这个男子简单的离婚我联系啊。再见啊，再见，再见。楠楠，你的心好狠哦。你妻子是心狠，你呀、啊、简直就是心毒。你耍了我，又一脚把我抓开，为了整块花儿哥，你还指使你秘书耍啥子美人计，你又勾结诈骗犯，搞出一个东半球公司收购盆景的骗局，你害得花儿哥差点倾家荡产。你陈清亮简直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丹丹，这是商战，你不懂，我也不怨你。但是呢，说过不愿意就行了。人活一辈子，不光是为了挣钱，坑害别个的人，最后只会坑害你自己。丹丹，我是对不起你。一个男人呐、啊，要靠自己的本事来干事业，靠歪门邪道要整别个，哼，总有一天啊。连你自己都会看不起你自己，哼！丹丹，丹丹，胖妈，胖妈，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哈，等胖妈把化妆盘回来啊，你还到胖妈的化妆来上班哈。嗯，是嘛，太气人了。嗯，他们简直太不像话了嘛哈。嗯，哼，太不准时了嘛。就是。你们在这做啥子啊？在等花二哥是不是？喊花二哥啊，拿话来说。就是。哎，喊花二哥拿啥子话来说？他一套房子卖了3个业主，该不该给个说法呢？哎，哪个说他把房子卖给了3个业主啊？哎，花二哥。嗯。嗯，他妈。哎，对了嘛。但是，产权是花二哥噻。哎，这个就叫无效合同。啊，你不上班啊？
我还敢去上班？哼！哎，你那么多亲家，你不去串串门啊？要不，还是去找村长想下办法。哼，我不用去找他，他肯定会来找我的。你们几个总是这个样子。哎，还坐到咋子？个人回个人的办公室去，把个人的活路都给我摸到。啊，去去去。走嘛。行，走。哎，出去。走。回去。嗯。哎，随缘。哎，哎，你来一下。土根叔，你啥事啊？啊，随缘啊，你今天就出发去采购小塑料盆。哎，联系好以后啊，我们就划款过去。哎，20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千万要小心点哦。哎，土根叔，你放心，我走了哈。土根哥咋还不来哟？土根哥，叫的好亲热哟。切，管啥事？嗯，哟，管哪个啥子事啊？哟，土根哥，哎来，快请坐，我给你泡茶哈。哎，好。来，坐坐坐坐坐。哎，好，不客气。这个茶是我前两天从成都带来的。哦，好。来来来，来，给你泡起。好。我说村长，你还是把车子钥匙还给我嘛。咋个？你还想跑啊？哎，这回火热大了嘛！土根哥喝茶。啊，谢谢胖妹。哎，你们两个啥时候把称呼都改了？我咋不晓得呢？新生活各管各，为啥跟你说呢？哎，胖妹，你这次的麻烦惹大了。感情太冲动，表态不慎重，三朵金花，一见一朵，答应一朵，当你的儿媳妇。现在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啊！哎呀，我也不晓得是咋个的，当时心一软，就都答应了。土根哥，你说咋办呢？两办。两办。哎，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嗯。土根哥，你也扶我们两娘母回成都去，回去多他个一年半载。这个人一走。茶就凉，然后。然后，你想得太简单了。你前脚一走啊，这三朵金花后脚就跟到进你的家门，弄得你骑虎难下。那个时候就不是凉拌了，是油煎，是火烧。哎呀！再说，我拦得到他们不到成都，但是我拦不到他们耍朋友噻。到那个时候啊。你一朵花都摘不到，你只有看到你们家明远啊，到峨眉山，当和尚去哦。不能凉拌，绝对不能凉拌。土根哥，你是白花村的父母官，你看这个事情咋个收场嘛？哎，我倒有个好办法，就是不晓得你们两娘母配合不配合？配合。配合，要是嘛，这个事情只有听你说了噻。金师傅，土根哥，你快拿个主意嘛！哎，花儿过来啊！我能不配合？我敢不配合？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要配合的意思？哎，来坐坐坐。哎，村长，你现在也会玩双人了噻。我劝你啊，还是少结冤家。山不转水转，说不定哪天你转到我这儿。不敢不敢。哎，走走走走。花儿哥，我只问你一句话，这三朵金花中，是不是任何一朵你都没得意见啊？十朵金花中，任何一朵我都没得意见。但是有个前提，你不能伤害人家其他三朵金花。呵，我说的是三朵金花。我说的是十朵金花。三朵。十朵。好好好，十朵就十朵。我既要顺顺当当的让你从中选定一朵，又要叫落选的口服心服。换句话说嘛，就算是他心不服，这个口也要服。哦，我晓得你要用啥子办法了。抓阄。哎，胖妹，你咋个晓得呢？
全村哪个不晓得你是抓阄村长？哎呀，这个余德大师抓阄啊，还是我的发明。哎，你不要小看这个抓阄啊，学问大得很。这里面啊，既包括了心理学，还有辩证法，还有啊，反正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没听说过。对，没听说过。哎，反正啊，所有参加的人啊，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公平不公平啊？公正不公正啊？啊，公平，哎，公正。哎，所以说，这个中国人都喜欢用命运来安慰自己。这个抓到阄的人呢，他就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因而他就心安理得。同样，这个没有抓到阄的，也认为是命中注定，也是心安理得。这不就正好符合了花二哥一个都不能伤害的原则吗？嗯，高，实在是高。土根，难怪你要当村长，你水平确实高。是是。胖妹，我问你，你倾向选哪一朵金花做你的媳妇儿啊？嗯，哪朵都好。哎呀，你就比较一下嘛，就没得点儿倾向性。嗯，我儿子倾向杜鹃，我当然也是了。妈，你嘿，我这个未来的岳父啊是当定了，我一定保证杜鹃中签。哎。你既然是抓阄，那你咋个保证得到呢？嘿，我先做一个写有你名字的阄，交给杜鹃，其他的啊都是空白。抓阄以后啊，我让杜鹃悄悄地把它换掉，这不就平安无事啦？哦，哎，说了半天，你这是做……哎，不掌握。嗯，好，我们说干就干。哎，村长。这个不太合适嘛？啥子不合适？我看就这样子定了。我看呐，胖妈是在报复你们三个。咋嘞？你想，去年他到你们三家去讨近户，他要动员你们去当他的儿媳妇儿，但是你们没得一个买他的账，所以现在他晓得你们都喜欢花二哥，就来报一箭之仇。我觉得呀，亚梅姐说的太深刻了。我不这样子看。我分析啊，花二哥对你们三个，哦，当然也包括托盘大曲玉小姐，他都喜欢，但是他心里边肯定有觉得最适合当他老婆的一个，但是他又不敢说到明处，怕伤了其他姐妹的心，才造成这种局面。嗯，我觉得呀，春兰姐说的太深刻了。玉小姐啊，嗯哼，你真的爱上花二哥了？爱情还会有价吗？但是你晓不晓得，花二哥是为了杜鹃才来百花村的。爱情还分先来后到。余小姐，你晓不晓得，在我们中国啊，对这个涉外婚姻啊，那是控制得很严的哟。你别忘了，我的血管里也流着中国人的血液。我们百花村还有个土政策。嗯，要做百花村的儿媳妇啊，户口首先要迁到百花村来。嗯，户口什么意思？户口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的小本本，证明身份的。哦，你说的是这个吗？你那个是护照，不是的户口。嗯，那我没有户口。哎，那你就不能和百花村的人结婚喽。那我不能向中国政府申请吗？那要首先放弃荷兰国籍，申请中国国籍，然后才能有户口。哦，村长请放心，我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就难办了。Thank you.
李小姐，李小姐。嗯。哦。你的晚餐是到餐厅吃呢，还是到屋头去吃？花儿哥是怎么办的？他还端到屋头去。那我也在屋里吃，多送几个菜。要得 ，OK。哟，怎么都好吃的呀？我叫他们准备的。哦，今天啥好日子呢？我想陪你喝酒。你陪我喝酒？嗯哼。你会喝酒？中国有个诗人，他叫 Mr. Lee， 在一句诗中有两句话：“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嘛。李小姐，你现在都成了中国通了。哦，你应该叫我太太。啊。今天这儿又没得别的金花，哎，喝这个啊？是的，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哦，亲爱的啊，既然你和妈妈都知道仙妻花庄是我买下的，也是我装修的，为什么不和我谈买回的问题呢？啊，如果是别个买的，我早就找他谈了。是你买的，我咋个开得了口呢？君子不夺人所爱嘛。如果我告诉你，当初买下花庄是为了帮助你渡过难关呢？嗯。那你为啥装修呢？是为了让花庄尽快开业。以前的装修太旧了。那你告诉我，为啥子要帮助我呢？买花庄是因为我相信你，装修花庄是因为我爱你。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能，我是男人，中国男人，所以我想原价买回，加上资金利息和装修费。 No 装修没有经过你们同意，那装修费就算我对花庄重新开业送的一份贺礼，也可以代父亲为花庄停业所遭受的损失做一点点补偿。哦，这是你的产权证，请把房费和利息划到公司账上来。嗯哼。怎么了？我有太多的话想说。那你告诉我好吗？谢谢你，衷心的感谢你。我想喝酒，我想痛痛快快的喝酒。好，我陪你喝。来。亲爱的，你觉得和我在一起愉快吗？啊，愉快，当然愉快。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做啥子事啊，很默契。你喜欢我吗？喜欢。那你爱我吗？那你为什么一直不表达出来？我在我们荷兰有句谚语 ：“Don't hide your love, the love it brings。”啊。OK， 他的意思是不要隐藏你的爱，爱情需要勇气，绝不要犹豫。金香，有些事情你不晓得，
我知道，就连抓阄的事我也知道。所以我有点为难。我 OK， 什么都不要说了。你不是想喝酒吗？来，干。喝喝。少喝一点。一杯，就喝一杯。这个酒喝到嘴上没得啥子味道，后劲足。哎呀，好了，不要喝了好吗？别喝了。不喝了。不喝了。我回去睡觉。好，哎呦，有点转。好，有点躺一会儿，躺一会儿好吗？回去睡。我回去睡觉了，你也回去睡觉。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睡觉。拜。芈月，芈月，哪去潇洒去了？金霞，金霞，妈，什么事？看到芈月没来？哦，芈月已经休息了。哦，已经休息了。不得了，要猝死。胖妹，胖妹，哎呀，出啥事了啊？啥事啊？组长，我跟你说嘛，啥事啊？啥子？哎呦，完了完了，你看我们这儿在商量买啥子米，人家那边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土根哥，你看咋办嘛？这还能咋办啊？人都遭洋牛抓起来了，这个酒还抓不抓呢？哎，不抓酒咋个脱得到手呢？再说总要对那三朵金花有个交代啊。如果郁金香没有抓到，我儿脱得到手啊？哎，现在而今啊，只能让郁金香中签。有啥子办法？你放心，我当了几十年的农村基层干部，整这些啊，一整套。住家？正都正营根本用不着住家。啊？保证让郁金香中签就行了。那啥子方法呢？哎呀，你说。Honey, morning. 早上好。这是咋回事？我不是在做梦吧？没有啊，你不是在做梦啊？昨天我喝醉了。昨天晚上我没有做啥子吧？你说呢？我。看样子没做啥子。哎呀，醉了醉了。我咋个会在这儿睡错呢？是我故意安排的。啊？为啥子？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做
生米煮成熟饭吗？我就是想让你妈妈以为我们，郎是天上一案我哟，飞到梅家不敢落哟，走到门前不敢骑马，话到嘴边不好说，走到门前不敢骑马，话到嘴边不好说。同志，郁金香翠微美莲杜鹃，上午十点来俱乐部会议室参加重要会议。什么紧急会议？抓阄开始了。哎，春兰丫妹，你们说今天我们住不住家嘞？如果只有你们三个，我倒希望你们听天由命，都不要住家。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于小姐，我也不晓得该咋办了。各位姐妹，我说句心里话，爱情是自私的。今天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要分两步棋走。第一步棋，你们三个都住家，玉小姐肯定住不来家噻。到时候第一轮啊，就把她淘汰出局了。这个第二步棋嘛，你们三个啊，都不要住家，都是好姐妹，就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嘛。怎么样？哎，我再补充一句，我们大家都是好姐妹，都希望对方能够幸福。但不管最终哪个能跟花儿哥确立关系，其他的人都应该为他感到高兴，真心的祝福他。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我这句话呢？同意。同意。都同意哇？那我们就走嘛。走走，快点，翠翠姐。哎呀，小弟今天工作早么抓紧哟，晓得抓开啥子会哟？孙子，开啥子会哦？你们先找位置坐着，等花儿哥来了再说。哎，孙子，胖妈来不来呢？当然要来。妈，蒲根树已经安排好了哇。你娃娃把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不安排好，你啥办法呢？郁金香肯定能中酒，村长说的话应该没得问题哦。那我们快走。妈走啊。哎呀，我这心头咋跳得那么凶呢？哎呀妈，常言道，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你这个丑公婆总要见媳妇噻。我丑？我跟你这个娃娃说你还不信。我年轻的时候要点人来比，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是我们学校的一朵校花。哎呀，我的校花嘛。行，快走。哎呀，不是，咋子？我是害怕面对那三朵金花。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见到他们以后啊，就打哈哈。一串哈哈是连到一串哈哈，一串哈哈比一串哈哈响亮，他们就拿你没得办法。对。哎呀，还没到时候。哦，不舒服啊。花儿哥，你妈咋子？不晓得哪个把她孝神经给绑到了。那这样子干脆到医院神经科检查。你才应该到医院神经科去检查一下的。好，算了，那开会啊。走，好，妈，走来。来，进来，坐到这儿来。你是当事者，按规矩应该回避。村长，我只是想、你心头想的啥子我最清楚啊，请回避。胖妈跟你说呢。好了，现在开会了。今天这个会啊，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以我这个老辈子个人的名义召开的。会议的内容嘛，就是以抓阄来解决你们四朵金花
和花二哥这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啊，现在就去花二哥的母亲胖妈就有关事宜给你们做出解释和说明啊。胖妈请。你说话了。今天天气真好啊。那就算了吧，鉴于胖妈的孝顺经出了点问题，这样就免了啊。现在去除了郁金香、美莲、翠微、杜鹃以外，其他无关人员都请退场啊。你们现在表个态，对抓阄你们有没有啥子意见啊？没有意见。你们呢？没得意见。妈，会不会出岔呀？墨儿，稳起，稳起。你说你爱我，看来很执着，可是我却没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不爱我，看来很冷漠，可是我的心中为什么一团火？为什么一团火？为什么一团火？爱情是什么？真的很难说。全程都